老花艺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。老花艺，我家的幸福树叶子焦边了啊。咱们先看图片吧，他说是江苏的臭宝。然后呢，不止一次的跟花友们说，像花盆如果用的很高，那就打个比方说，像你穿了一个高筒的那种长皮靴，你想想会不会捂脚，会不会难受，嗯，对吧？干湿循环很不利，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会导致闷根。养花先养根，教人先教心，把根都闷了，它叶子能好吗？对吧，宝贝儿？所以说呢，不论是养任何花哈，不论是大家用任何的盆土，一定要结合好，一定要让盆土排水透气，好吧？嗯，下不为例啊，不，个人不建议用这种盆儿。你用这种盆儿也行，你用土你就用纯沙子啊，要能透气性好啊。你还用大泥土，它能不闷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啊，问题是出在根部了。下个宝贝儿啊，老花艺，我的垂丝茉莉3月25到的，现在有黑边了，给散光比较舒适，现在咋办呀？现在是有一点点水大，通风有点差啊，宝贝儿。垂丝茉莉呢，它相对的来说呢，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，而且呢不喜欢老是那种进水沤根。臭宝，你得结合着来。如果说它老是蔫，老是长得不好，您就可以修剪修剪，让它在您那个环境当中长出来新的叶子、新的枝条，它就会适应您的环境。而在棚里面长出来的，你比方说类似于大花绣球这种啊，像很多花儿收到以后呢，都会有一些发蔫，浇水它也是老是供不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原本的空气湿度可能略高，到了那边有点不适应，好吧？解决的方案呢，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修剪，让它重新长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找个小棚棚给它扣起来。你像我们也是有做过那种棚棚，做个那种棚棚扣起来之后呢，可以增加不错的空气湿度的。您看看您选哪一个吧，好吧？有话说喷水有用吗？喷水只解一时之渴，不可能解一世之需，好吧？下个宝贝儿，老花艺问个问题，月季总是叶片外卷，品种的问题还是咋的？这个就是有点过晒了，而且这种新叶子长出来的呢，有点缺水的那种状态，就是总的来说呢，就枝条过于徒长，水分有点供不太上，明白吗？好吧，你要么呢就是现在能做的什么适当的遮阳，要么就是修剪让它重新长，也是这个道理，好吧？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晒有点热，好吗？别的没啥，我个人建议还是剪一剪，剪一剪的，然后让它重新长，然后施点肥，该给足光照给足光照。从您家里边长出来的那个叶子，或者说在当下环境气候中长出来的叶子会更棒一些，也没什么花苞花，嗯，好吧，行，可以，要遮阳啊，要么就遮阳，要么就修剪。下个宝贝儿，老花艺，养牡丹叶子一直不支棱起来，怎么回事？缺水啊，宝，缺水，然后还有点缺肥啊。你像很多的花友呢，在用这种泥土去养花的时候呢，它土壤里面的肥力是很有限的。你想要省钱的话呢，可以用一些粪肥，是吧？你像现在农村的话有粪坑，如果说感觉味道很大的话呢，就可以买一些肥料。你像我个人推荐的话呢，像一般的就是在卖的一些个花多多呀、奥绿呀，你比方说还有一些个比较口碑不错的一些营养液啊，或者说一或者是史丹利啊，再或者说你用一些有机肥啊，或者是发酵的羊粪，它都可以，好吧？该给一些肥料的给一些，要不然它也是差点意思。下个宝贝儿啊，说看一下这几个绣球啊，刚种的两天的苗叶子都干了，感觉要不行了，那肯定是要不行了，我的宝。像这个宝贝儿呢，种下去以后呢不行了，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水大闷根，通风还差，给它臭宝它总是拿捏不住啊。有的话说绣球不是不喜欢强光暴晒吗？对，它是不喜欢强光暴晒，但是你像现在我处的这种光照，你也要晒一下，通风要给足一下。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啊，买到的不论是什么样的苗也好，在养护的时候尽量的不要选用很大的盆儿，它不利于它干湿循环。你跟孩子一样是吧？你混混让它吃，混混让它吃，它不撑吗？它也是饿了再吃，饿了再吃啊。那现在的这个浇水就有点像撑着了，就有点胀了，哎，也不闷根，也是很闷得慌。你跟孩子一个道理，你给它关一个小房子里面，它不闷吗？哎，植物也一个道理。这养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其实跟人它是一毛一样的，好吧？把它拟人化的去养就会更加的简单。下个宝贝儿，美洲茶叶子，快递拿回来的时候，这现在是这个样子。拿回来以后啊，一定要浇一遍透水，这个就是在快递时间有点长了，这个就可能是在路上有些脱水，别的倒没啥，浇水的时候也要浇透啊。很多花我就随便一浇，
当浇不透的时候，大家也要找一个桶去咕咚咕咚的给它泡起来，让它喝一遍透水，等到不冒泡了为止。这种叶子呢，就是路途运输的一个事了，好吧？可以找买家去商量商量这个事，也可以适当的修剪修剪，然后浇一遍透水，用一些个粪肥让它重新长新叶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养花问题呢，简单的到这儿了。关于施肥这个事呢，好多的花友还是拿捏不了。最后再补充一下，跟人吃饭一个道理，人一天3到4顿，植物是1个月3到4顿。人啊，一顿不吃他也饿得慌，植物也一个道理。你3天不吃饭，哼，就像植物3个月没施肥是一个道理。好了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学不错去点个赞，下期再见，拜了。